naked, whatever she put her mind to. Late night hours up the hill, serving coffee to strangers, talking about revenue. She kept dreaming of a world big enough for everyone, but she knew it must rain before it grows. She kept dreaming of the day butterflies survive the wheel, even though she.我现在到了迪士尼，然后这是星期一的早上，可以看到这有找人，然后他基本上的网站的 app 都已经宕机了。现在有多少人在排队入场？而且今天是星期一，还是下雨天。那我会建议大家，如果要来这里的话，票一定要提前买，因为基本上它票是很快就会卖完了。然后尽量还是挑是周末来会比较好，因为其实周末的时候很多日本人都会来。我觉得呢，东京的迪士尼呢，它的每天做得相当好，因为其实我们蛮常去加州，那加州的城堡外面可以看到，就是比较有点年纪，就看得出像，但是东京迪士尼其实历史也很久，但没想到它的每天看起来非常非常好，就整个堡看起来是感觉很新这样子。可以看到这边他们的石栈做得很漂亮，连它这个树啊都是米老鼠的造型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吃午餐，我们点了两份披萨，这个是 baked potato， 总之它是烤的马铃薯，然后这个是柳橙的饮料，然后这是可乐，这样子1990日元，好，好了，因为吃的东西不太够，所以又去买了这个。披萨，然后这个是米老鼠的像鸡蛋糕，它前面是 strawberry 的，就是草莓的馅，然后点了一个牛奶给小波。好，好吃吗？很好吃吗？披萨好吃吗？我披萨好吃哦，这么厉害，你知道吗？那在这里比较肥，而且又滑，比那个好了，我们决定移民日本，明天就开始。 Hello 大家，我们现在吃完饭，然后在等游行，那这边好多人早就来占位置了。看完游行之后，我们就跑到商店里面来逛一逛，那这边其实有非常多的商品可以选，而且是只有在日本这边才会看得到的。只能说日本的巧思跟创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。先吃爆米花。脚已经快断了，所以现在来坐火车。那这个有一个火车呢，可以坐蛮多人啊。彼らはとても親しみやすくて、ここを訪れれば、イデイの祖先が誕生するようにずっと。大家，今天是我们在东京的第六天。那今天的天气很好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其实我们在东京的这几天，只有昨天去迪士尼的时候天气不大好。那今天我们要移动到百区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上野恩赐公园，在这里。
然后它旁边就是京城上野站，所以如果你要去机场的话，从这边从机场搭到这边的话，其实或者是从这边搭到机场搭这个 Skyliner 都还蛮快的。那其实上野恩赐公园呢，它也是有就是银杏可以看，只是不想面积多大，因为其实现在看，我之前看有些部落客在皇居外院之前这边的银杏都已经很漂亮了。For Tokyo and Shinagawa will soon arrive on track number two. For your safety, please stand.现在已经到了月台，那月台这边呢，其实也有这个卖便当的店，所以如果你在楼下来不及买的话，可以上来这边买，这边人少很多。然后这份日本的便当是没有加热，所以等一下吃的便当就是冷的这样。好，我们的车子现在要进。车，然后这个是刚好就是商务舱的车厢，其实可以看得出来，这商务舱的人是少很多。然后我们有预约这个就是比较放大行李的位置，所以这是要先预约的，所以就是在基本上在车厢的尾端这边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车厢里面长怎么样。那前面这是它的脚踏板，然后这边是它的 USB 充电的地方，在手把这边。那这边是调整这个灯光跟这椅子的舒适程度的。那另外这边这个是调整椅背可以往后靠的，等一下我会请小侯来示范一下。好，可以看到这个椅背往后调就变成这个样子。好，上车没有多久的时候，小姐就过来发了一个纸巾，纸巾上有志玲姐姐的老公。纸巾管是相当厚的一个纸巾，所以擦起来很不错。到大阪的新干线搭乘时间总共时长为2小时30分左右，那有些车子会到这个更久一点，接近3小时。可以看到椅子到前面座椅的这个距离其实蛮长的，所以坐起来其实是非常舒服的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个餐盘放下来。那这个餐盘的面积其实蛮大，而且它是跟飞机上面的这个餐盘其实是很像的。好，那其实除了这个前面的餐盘之外，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餐盘可以从这个座椅的手把里面拿出来，那就是可以放一些小饮料啊，或者是放手机也可以。那这里有挂钩，可以让你挂衣服。